一点钟吃的，一点吃的。哎，我有一次他会很晚的，结果哎，是的。正常的。刚才沈志毅是不是在这样一直这样说的话，对吧？我不理解。沈志毅。啊，我把他拽到这儿，最后他位置在这儿。我想的还是不一样。我们家有九点接打一句话的时候，九点沈志毅不说话了，既然情况稳定，有时的好容易。因为什么？阿姨说，还有谁衣服都 OK 了吧？都可以，情况不能怪，恐怕找不过，打不过今晚。然后他说，换，晚上换，信源就在这里，要趴你家。我觉得那边都在祝沙兄快乐。师哥，你说什么？拼命！拍完剩下两场，我就歇一歇，我感觉后面就热了。那你让他们顶，我这是不上来。给我拉回来好吗？我就歇两天。不用我亲自到手。因为我这个不是延期了吗？快去看我的抖音第一条视频，帮我一键三连哦！有我吗？有我吗？老四啊！有我。你不在？你有病吧？有我吗？谢谢 Alice。我妈好喜欢你。行。没我呀。没我你发好了，体验好了是吧？好了，好吧，来，好来吧。谢谢 Alice。衣服没换好，来赶紧啊！谁衣服没换好？Alice 送给你，谢谢老二。这样吗？我洗啊，别播你那张丑脸，好不好？我不得找一下吗？播我，播流量。我刚对着他播呢。小李是短剧圈最火的助理是吧？是吧，李子？啊，李子。感受到流量的快乐了吗？没有。哇，他和男二好好搭呀，真的好搭呀！哇，好磕哦，真的好磕哦。这个男二好帅哦，他应该当男主哎。哇哦。衣服是对的，开始吧。你们可不是什么都磕。谢谢天天姐。那我问你，天天姐，谢谢干妈。就说问你，你不是家伙，你说。我问，哎，那找鞋嘞？过来，你快说呀！这件衣服真的完婚了。到婚礼是。订婚宴。男二好帅，男二好乖，男二好帅，男二是真的帅，男二。你们就那可以。哇，好大呀！拍一个，拍一个。妈呀！你不然了。因为你是流量密码呀，消费你了呀，带了个密码。我俩家人就是盗密码。对，他不是在那站着一直说话的吗？然后带回家什么就危险了，然后他就走到这里面，这样说，好了吗？这房子在这儿，房子在这儿。OK。
看他视频，他穿这个。谢谢老敖送出的跑车，感谢，感谢老敖。是否一直顺着你的情绪，更好的是否？谢谢干妈。刚送跑车的，这是我干妈。我刚送跑车的，这是我干妈。什么送？送跑车的，刚才送礼物的。你送的？不，我干妈送的。这我干妈。这也我干妈。你多少干妈？我俩干妈一个老。认的啊？认的。对，认的干妈。对我可好了。他们的爱你无法拒绝。来，镜头拍的。一千多是吧？啊，1400。谢谢小女儿。这上面的榜一的送了多少？4309。这个算的。对。谢谢老的飞机，也是感谢。来来来，进来来来了啊！一个人出来。你们俩，一个人出来。你们俩，别吵了，对话了，开始。来点油。是否你叫我的家伙不要我这儿来了，是不是这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要杀青了，能不开心吗？真的是，这场连场拍完就杀青了。能睡个好觉。合同在哪？那合同来道具。来了，合同。还有那个什么真迹。我是DNA检测报告。真迹。你最好的愿望只需燃烧你我里面的心灵作用一直燃烧模糊了我们的面容生活和我看一下镜头怎么怎么这个医生的一件致辞，你们就脑子进水了，
堂堂林家大小姐做游龙锅裁缝，这么高贵的人，难道会装逼骗宁夏的人的肾吗？我等天热了，我们不拍的时候，我去看李荣浩的演唱会。所谓的血缘，现在没时间看。必须再包容他，少废话，把他给我拖进去进行。我买那场的票。我担着。拖进去。去年在看台看的，今年我要做内场。不知道。看情况，李荣浩的应该不会。他那一大段他就一句词儿，你知道吧？可他的母亲是江湖宁啊。什么我第五还羡慕。哎，拿完以后你往后退点，把那个保镖。对，这怎么可能？你们怎么会在这？怎么可能？你们怎么会在家里人眼里？是谁指使你们的？是沈之意，对不对？属下不敢，是因为之前家中放给他检测，留下了检测报告，因为严复和苏云溪都匹配报告，匹配度99.99%，沈之意竟然是我的，我竟然逼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给别人换肾，住手！你也太不是个人了吧！OK， 来吧，来吧，来，好。不是我跟个杀宝似的，我是在这儿干啥的？我是。你们整体一会儿往一边再去点，哦，把那个来，把那点啥？来，请进，从放开一点哈，从那个小方向向那儿，然后那个书包，宝贝要陪前面走，远点走，远点走。也能坐啊，我这边儿面，不是我这边儿。所以，来吧，来。大小姐正在抢救，夫人不要急，但她的情况并不乐观，要是再不换肾，恐怕撑不过今晚了。换，马上换，肾灵就在这儿。不是，我手术同意书还没签，我不捐。马上把这些合同书签了，你要是敢耽误我妹妹救命，你今天活着离不开这里。这件事全都是猫腻，林思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你们看到了吗？仅凭这个所谓的医生的一面之词，你们脑子进水了？林家大小姐坐拥龙国财富，这么高贵的人，难不成会骗你一个下等人的肾吗？林思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相信你们一看不出来。少废话，把他给我拖进去进行换肾手术，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放开我！快走！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要告你们！爷爷，请保佑我的宝贝女儿圆圆，一定不要有事。家主，沈之意小姐的家人找到了。这么快？我们优先派查到龙川地界的适龄人士。哦，报告一会儿等他出来，直接给他就好了。家主，您不看看吗？岳飞列的下等人的 DNA 检测，有什么好啊？可。他的母亲是家主林啊。什么？怎么可能？你怎么会知道他的 DNA？ 是谁让你检测的？是不是沈之意？是不是沈之意？属下不敢，仅仅因为之前家主做了 DNA 检测，留下了检测样本，因为严的符合，所以就一起做了匹配。我才在这儿，我才在这儿。我哥在那里好像跟二逼一样，一句词都没有。
他那个神木还是他自己教的词儿。我看着我就想笑。等会儿拍的时候不能讲话。好。好已经掉了，错了，已经掉了。你先坐手拿走了。刚才这个从地下捡下来，两次掉地下，我是不是捡？就两次掉地下，我是从地下捡下来的。好，来吧。什么？这谁让你们验 DNA 家族？开门！来，三二。是谁让你们也加入 DNA 的？谁支持你们这么做的？那个男主，你晃之后，然后就赶紧看我了。你这边，笑死了。对，你准备进吧。开门。然后过来听这个啊。没事，同学。我实在是没有戏。两次打掉啊！好吧，老师。进警，记得注意点。好，他抓着我，就一会儿就捡起来了。你看，来三二一，什么？是谁让你也加入敌人的？谁支持你这么做的？是不是沈志毅？是不是他？属下不敢，之前我做 DNA 检测，留下来检测样本，因为年龄符合，所以就一直做匹配，没想到匹配度99.99%，沈志毅竟然是我的女，天哪！我竟然逼着自己的亲生女儿跟别人换肾！住手！住手！开门！快住！快住手！我去！其实这么说，搁那是纯憨批。我这地方我应该还是不行，因为后边我还骂什么意见。我这地方我有点瞧不上他。对。看你这样，不是看你不是坏。行。有种，考虑的，好考虑的。OK， 我问过，我觉得人，你老看他有点奇怪。好，你需要抢救单据吗？你单据抢来抢下镜，抢下镜。单据抢来抢去，而且两次打掉。这个两次都掉，就跌不是很。不，你在你的情绪当中就是多合理。一次就我那个打掉就可以了。其实掉了两次，全脸掉了两次。没事，到时候会用镜子。咱们现在你说顺一点，你别抢了，你能说顺？你看吧，你就测试一看，不要抢。就这一个单子抢来抢去很奇怪。能说顺？你把我的接住了，你看，太难了。这还两块呢。对你打掉一次，我捡起来一次，你抢过去，我下一次从你手里拿。就是那个的话，他说话我就从你手里拿。行，要来拿过来。掉两次抢，特别乱。刚才所有的齿都是他自己夹的，对，没词儿的。刚才所有的齿都是他自己夹的。就是第一次不是从这边打掉，我的，我捡起来的。对，你捡，我捡起来，不管了，你捡下来吗？捡，我因为我想起我后边进去之后，我还有自己捡的，我自己亲眼看过，我还不会捡。我不要分开。那个还没到，后来还打。对，就是说后边，所以就这个地方我不看。你直接从地上拿就行。我可不相信。对，谁男主？这个是男主。可以啊，那我就直接穿黑衣服的时候，他俩那段词儿的话，我就会一直看。完完完，我再见。男二好吗？对。他吃多呀，他男主呀，他是确实比刘总吃多。妈妈有气质，当然了，你不看他是谁的妈妈？来人，终身受缚，连累自己都发。开门！住手！为什么不让他开口？他没词儿。他不配。来拍了，来吧，妍妍，嗨。是谁让你接？从哪儿接呀？从那个送过来。是不是送过来？那不就是床头了吗？啊，不是，是那个保镖上来，就是保镖上来，来门关上，门关上，因为来。妍妍在说话吗？对呀，对呀。是吧？从这儿，从这儿来。你能不能不要往这边？你说要带怎么样？好，大家都去一键三连一下我最新的视频，好不好？一键三连，让播某站的。抖音也可以啊。没有。一键三连啊，就是点赞、评论、收藏啊。对啊，那我知道那个可以，但是长按它就可以了。早就一键三连了，谢谢扑鸡。好呀，小白兔妍妍。
你的文字怎么还有语音的感觉呢？从我上开始是吧？对。剪的视频好看，我刚刚偷偷剪的。老天爷，请保佑，保佑我的宝贝女儿圆圆一定不要有事。家属，沈之一小姐的家人找到了。这么快？我们优先排查了轮川地界的适龄人士。哦，报告一会儿等沈之一出来直接给他就好了。家属，您不看看吗？一个下等人的检测报告。妈要叫人张导，张导。别打了。看到你了，但是我现在不能说话，张导。来，把刚才手机拿来。要不是没开，掉也行。来，录。来，三二一，开。一个下等人的检测报告，有什么好看的？可，他的母亲是家主营啊。什么？这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家属的 DNA 检测？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是不是沈之一？是不是沈之一？属下不敢，是因为在我之前做 DNA 检测，留下了检测样本，因为年龄符合，所以就一起做了匹配。没想到，匹配度99.99%，沈之一竟然是我的女……天哪！我竟然逼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给别人怀孕！住手！住手！保镖，快停下！终于手术。对，我又叫之一。好。来，主动派来，来，来，那个医生进来，医生出来，我们导员出来，都出来，都干啥呀？您过去。是吗？陈启凯，别走啊！为啥？我想吃串。那你吃串。等待会儿吃。待会儿就没了。嗯、这是一块第二块压过来的吗？这块。我的。他不吃了。他晚上吃，吃个大的。嗯你要送我这个等等。我来拍你。看心情。我来一个，来来，看能赢得出去。来，这个来，真香啊！我来压个地主来，压个尽量不拍，对，来输了。对，推两步来，推两步来，推两步来。没有穿人吗？你中间跑过来，然后医生刚好过来之后，你就这样做吧，你不要那样斜着。来，准备。来，一二。来。来喽。来吧。来，三二一，开始。大夫，圆圆呢？圆圆怎么样？夫人不要急，大小姐正在抢救，大小姐的情况暂时稳定了，但她的情况不容乐观，要是再不换肾，恐怕挺不过今晚。换，马上换，肾源就在这儿，放开我！手术同意书我都没签，我不签。马上把这份合同书签了，要是我宝贝妹妹出了事，你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这件事情您摆着最为贵，沈之一不是叫什么？他叫什么？林思源。三二一走。这件事情明摆着就有鬼，林思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你们看到了吗？今天这个所谓的医生一面之词，你们脑子进水了？堂堂林家大小姐，坐拥龙国财富，这么高贵的人，难不成会装病骗你一个下等人的肾吗？林思源什么样的人，我不相信你们都不知道。少废话，马上把他给我拖进去进行换肾手术，出了问题我担着。沈之一，来，出来，来，
先去帮后面那肥皂呗，那是完了。哎，前面有个女主，她就我见了啊。女主谈去。来。女主谈你就来。接起来吧。来，准备，小班接着上来，准备，再见。来，六个，三二一，开始，走。夏主，沈之一小姐的家人找到了。这么快？我们优先排查龙川地界的适龄人士。哦，报告一会儿等沈之一出来，直接给他就行了。家主。您不看看吗？夏大人的检测报告有什么好看的？可，他的母亲是家主您啊！什么？面包有家主的 DNA 检测，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是不是沈之意？是不是沈之意指使你的？啊！属下不敢，自家主提前做 DNA 检测，留下的检测样本因为年龄符合，所以就一起做了匹配，没想到。99.99%，沈之一竟然是我的女儿，我竟然逼着自己的亲生女儿给别人换肾，住手！来人！住手！来人啊！住手！停止手术！行。好。你带着陈氏家的吗，老师？对，你让每个家庭都搭到别人身上。对，带着奖吗？带不到。
那边有个小，那个、小女孩长得真好看。来吧，来背景东西清一清。等一下，别不准备，摆一块。行，慢点来。好啊，道具，带进去那边。爹，你要故意放那儿，低一点。慢点，看一样啊。哎，这个男主来。啊，你好。哎，妈妈改一下，来，我看看什么情况。刚出来，刚出来。等他出来。来，然后给点儿。地上本子拿走，把门摔了。帮忙拿一下。看哪里开车？不上来。来，准备风头。来，风头。来，记住你的站位。接住就行，有队友，别失手。我的父母。来。来，准备。来，路。来，三二一，来进。放开我！大夫，圆圆呢？圆圆怎么样？夫人不要急，大小姐正在抢救，大小姐的情况暂时稳定了，但她的情况不容乐观，要是再不换肾，恐怕撑不过今晚。换，马上换，肾灵就在这儿。手术同意书我还没签，我不捐。你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这事一看就有鬼，林思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你们都看到了吗？仅凭这个医生的一面之词，你们脑子进水了。堂堂林家大小姐，坐拥龙国财富，这么高贵的人，难不成会装病骗你们下等人的肾吗？等一下，我得把那些班长我能够见着。看刚才那段台词说的不成啊，不成，来，不成，真是慢慢的，我给了一事儿，来，是吧？不成，连他这个胆大家了，哎，你妹，来，你们会看到是吗？你们有东西吗？一直没打开吗？就一直没打开。有啊，你快点见一下他。就我说完，把他直接给我。医生到我这儿来也晚了。医生，好，来，可以来。大事我不签，放出来。啊，准备。啊，情绪出来。玩一下就扯了，割你肾了啊？哪里啊？从哪家开始？从地本子吧。从地本子，我不签，放出来的。然后妈妈打了一下，啊，在这上班。这么，你们出来放出来。来，录。你们从地本子，开始。二一，开始。马上把捐献同意书签了。你要是敢耽误我妹妹治病，你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我不签。林思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你们都看到了吗？仅凭这个医生的一面之词。你们脑子进水了！啊！堂堂林家大小姐，坐拥龙国财富，这么高贵的人，难不成会装病骗你一个下等人的肾吗？林思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相信你们不清楚。仅凭一点点血缘，你们就一再纵容他？少废话，把他给我拖进去进行换肾手术，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我不。你们这样是犯法的，我要告你们，我要告你们！干杯！这个晕倒了再喝酒，晕倒再喝酒。对啊。插上去，然后一虚，晕倒了再喝酒。医生给我打针了吗？这没戏演，开始加戏了吗？这打完之后直接就还回来，就是特写过那个动作来着，就直接这样。行，没事。五个战役。那个，还从你班门儿，这班门儿也是。我们来，现在要开始。他那个说话的时候，打完之后一直。
怎么了？有几个万多万，那你再接个，那他这一块可以吗？哪门这课？那不打白了？就被拉过来，现在在门口这块。你傻嘞！太胖了，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这谁咬半口了？来，快说说。这个东西太胖了。哎，是不是吃不了？我可以帮忙。你这样是干嘛的？我告你们！我告你们！他至少不会掉丝儿。好，现在可以了，来吧。好，来吧。嗯，时间一点。好，天黑了。来，这个哥们儿起来。来，让那个大哥。对。来。大嘴巴，来。大嘴巴，来，坐一个来。来，人都在，人都在。上，赶紧坐。来，来坐。嘿，来坐。嘿，来坐。来，走。来。来坐。来，三，二，一，开始。堂堂林家大小姐，坐拥龙国财富，这么高贵的人，难不成会装病骗你一个下等人的肾吗？你们虽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相信你们不清楚。你们不能因为一点点血缘就一再纵容他。少废话，把他给我拖进去进行换肾手术，出了问题我担着。他都这么大了，别动他。行，什么？我操！我给你，你说，你踩完自己吃。你踩完自己吃。我吃，你就踩了这个，全你放这儿了。让你过来。我这么跑边上来，跑边上，跑边上来。爹，那个来，别过来了。爷，我是吧，我是吧。啊，对，来，你看，来，准备，来，没光了，我们不接衣服。来，不知道。你没在吗？你们乖呀。啊，来，直接撤。来来来，给我上来。拍着，拍着，拍着。都往外排着。别光了啊！来来来。来这位，你看你给人家小孩抱过来，人家小孩还要跑回去。你吐过去，对，来，走，来，屁股也往下。这边，这边吃个灯，这边吃个灯。来来来，哪边？红酒。我说，当官。先打掉啊，打他手吧，不要打掉。你打嘴。那弄不到，那都成我们打嘴，开桌打嘴来。好，谢谢。打手就没讲，来，准备。啊，来，来路，来三，接，眼睛不好，三二一，开始。家主，请君玉小姐的家人找到了。这么快？我们优先排查龙川地界的涉灵人士。哦，报告一会儿等审计一出来，直接给他就好了。家主，您不看看吗？这下等人的 DNA 检测有什么好看的？对，别担心。继续。来，快跟我。可，他的母亲是家主您啊？什么？来，再来！不行，算了，再来吧，笑啥呀？什么？来，三二一，快！哥，他的母亲是家主您啊？什么？什么？这怎么可能？你们会有家主的 DNA 检测？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不是沈之毅？是不是沈之毅？属下不敢，是家主之前做 DNA 检测留下来的采样检测样本。不好意思，我再来一个。没事，来，再来，继续来。属下不敢，
是家属之前做 DNA 检测，留下来检测样本，因为年龄符合，所以就做了一次匹配，没想到匹配度99.99%，沈志毅竟然是我的女儿！天哪，我竟然逼着自己的女儿给别人换肾！住手！快住手！来人呐，终止手术！我说可以了，快点去吧。啊，别再给我吃了，没了。晚上太胖了，晚上不吃了，睡觉。晚上不是大餐吗？嗯，晚上不是出去吃吗？吃啥呀？不知道。不是想吃火锅？那不是火锅吗？照10天以后，我女朋友的支付宝借过来，69折，什么宝？支付宝它有学生优惠69折吗？打打69折呢？是吗？还有多少？啊，是这个。白马吃还有多少？不能再歇。就这个。带着吗？带着。什么？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还有个肉块，肉块。肉。说等。我没有字儿，还字儿呢。没事，这儿不是正在看一下。好，那就没了。再说等，再说就抖抖。这是哪个吗？走吧，开。情绪有啥？还有特写吗？对。这样是不是没了？你不是有一个男主，就是一开始他们刚过去有一个担忧的那个叫什么靠近男，还有一个是那个指导学员都过去的。好，男和男主的反应，来，先是一开始就，一开始担忧，没人过过关，过上面一起一起嘛，一罐的话，对吧？全一两万刚开啊！来，过去。不用过去，你顺着给点话。我认识。先点。半桌子。带不了我了。阿牛，不行。好，知道里边是那个，好，去开门。终止手术，来人呐！什么？啊！两个傻子！啊，就是发现有的，保镖来，哎，跑起来，别跳了，不要你傻了，天黑了，白岩快，博岩光不见了，快点，在这边，谁家手术室长这样？我没出声。谁家叔叔又不管了？看就完了。
哎呀，5000多人，咱们给大伙鞠个躬吧，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点点关注。5天，对，不好意思，开了7天是吧？你们是不是？好了，你没对着人家呀？我也是一会儿看。一拜天地，二拜国考，夫妻对拜，好了。好，杀青！好，谢谢，杀青啦！谢谢大家！哇，白岩杀青了，白岩杀青了，杀青了，杀青，杀青，杀青！杀啥去？还有还有还有，卡了吗？电脑了，快乐一下！咱把人带走了。好了，人掉下来了，是那一面是吧？就是把那个直接给你偷，给你这是什么礼物？哇！谢谢汤毛毛女士，自己调旋转一下就行。今天得拍到10点吧，差不多。看啥？洗洗多了。对。洗洗多了，洗洗多了。有没有见到？没有，没有。逗你玩呢，还有好几场呢。张你是谁？张张是那个化妆。干嘛？干嘛？别偷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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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你啥？他们俩是。干啥的？又换卡、啊？我一个换卡。开到10点左右吧。谢谢神秘女神秘人，谢谢。过一张卡呀。哥，给他高卡。那个，去吃巴奴干啥玩意儿？郑州有什么好吃的？开饭了吗？开饭了，吃饭了你们。不是人搁这儿，那换车，不是光那光那吃，不知道啥，饭光那。猴来这儿，猴，这儿这儿，猴。他可能没想到你今天拍那么长。七千人是看热闹的，七千人是，有些人是在看热闹。谢谢 Alice。干什么？谢谢 Alice。你叫啥的？你叫啥的？你知道刚才送礼物的那位女士多大岁数吗？68高龄。谢谢鱼，涨了7000粉丝没有？他说刚才7000多人。郑州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推荐一下呗。有什么好吃的？你想吃啥？面吗？大的小的。特色都是什么呀？特色有面吗？这是什么？烩面算不算？算。哎，我得喝个粥。粥。为什么这个是黄的？那个烩面算不算？碴粥吧，是泡粥。是玉米粥对吧？对。啊，玉米粥。嗯。一起不打？这么大。这那没有少。要不你烫着吧，来，你一口我一口，好吧？他馍菜是馒头。好，现在给我。不过你再来一口。还有啥玩意儿？不是啥呀？这啥意思？我们仨人轮番喝一个爆米，刚好有一点胃不舒服。多喝点，你可以多喝一点，养胃的什么
嫌烫吗？啊，你把它弄了。他那他把皮都捋到那边了，有皮的地方不烫。哇，不一样啊。真的挺革命友谊的呀。不该我了吗？该我了。你俩吃吗？给拿过来。不要不要不要，我不吃。我也不吃。你不吃啊？喝水行吗？你再喝一杯。我不喝了，我不喝了。我也不喝了。咋了？你今天没喝吗？喝。现在喝完睡着了。晚上等点。昨天中午去市区呗。晚上准备去什么二十八广场。刘国璋。大哥。二弟。大哥。大哥，都被埋了。我是谁？三弟。三弟。大哥。三弟。二哥。大哥。二弟。什么？谁吐的？吐我手上了？你又是你？你是不是牙有点什么问题啊？每次一说词就喷，就喷，喷我一脸。咋了？你不喜欢吗？走，还喝吗？你俩？当然不喝，喝喝。我给你拿个筷子搅一搅。这地还有一堆，有点油品。我给你拌吧。往下降点。显得我脸特别长呢，你到底在拉扯。巴奴火锅，是那种四川火锅吗？你进来呀。谁呀？啥呀？那我那样先。谢谢汤宝宝女士。你进去。别，不好意思。毕竟是您的行，您来。别，二哥。大哥。大哥。大哥，你过来，不要不好意思。谢谢毛毛女士。我俩有妇女线是吧？对，你说对了，叫爸爸。二哥。大哥。哇，这是什么礼物？谢谢妈妈，谢谢婷婷，谢谢你们。可以了。嗯。谢谢黄金大跑车，谢谢我这个字我又忘了叫什么来着？雨雨，陪你去看流星落在这地球上。道明寺，你有病啊？啥玩意儿？那个词你不知道？那个台词你知道吗？下面是什么台词？哎，你会不会？你有没有看过流星？你有没有看过《一起来看流星》？我慕容云海，对着天空，对着大地，对着鲜花草原发誓，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你来一个，你来一个。第一，我不叫魏。第一，我不叫魏。第一，我不叫魏。真潮吧？八级了，对对对对，东北人，东北人，城市猎人，欢欢，谢谢欢欢。说要办什么就要拍我们十年的 ，yes， 啊，终于要拍了，他是来催粮走戏的，是不是？我好无聊，我等了好久，来呗，走呗，好无聊，一会我就揪你头发，你就不无聊了。轻点，轻点，有假发片。绝对不可能，绝对就狠狠的，就是假发片。嗯，我家的假发片。我直接就公报私仇。越久逼人。咱们
他好厉害，这个二哥好棒。我这不是在给今天晚上那个饭钱挣出来吗？反正都是我安排嘛，对不对？肯定是我安排的。三弟谁安排啊？对呀、啊，你看、啊、这事儿肯定是弟弟来啊。算了算了算了，那个，没事，今晚我全程我来啊。不用不用不用，不要掏一分钱，好吧？掏一分钱就打我脸，打我脸。掏一分钱打我脸，好吧？谢谢我大哥，哦、谢谢我二哥。来，咱俩一起。是这来，三二一走，谢谢二哥。再来一遍，三二一走，谢谢二哥。打我脸，用什么谢啊？不用谢，不用谢啊！真打我脸，脸都红了。谢谢。天都黑了你，咱们来吧，接个游戏好不好？来吧，接最后一个尾字。好。你先来吧。你俩玩，我是看死了。为啥？这歌简直就是我的弱项，会死人。我来。天都黑了，你都黑。没来过，没来过。现在2:07，我看你俩唱点歌，一会儿他能到多少？那我换一个。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yeah. 眼泪不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对、快点，五、四、三，泪如雨下，泪如雨下，泪水将我淹没，到底谁该难过？这外援好快，过，过火，过，你来，我过了，过，不是要词儿，不是要名字，过。过去我们一定过了很久终于我们抬头看月亮爬上来来语气出色不错来语气出词不算说了来2002年的第一场雪雪下的那么认真对一种恶心的伤痕痕你对我太狠了第一个字你狠你真的对我太狠了很爱你所以让你感受爱情什么外人的不开心心心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你在笑唱啊看啥呢我在想一个我会唱的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朋友们我不想跟他去 KTV 不想真的不想
迪勋啊，过去。去，该你了，这是我的格，该你去，该你去了。去。把短剧形象都毁了，不乐意，我开心。哎，我就乐意，我开心。我不是上火，这个是双效妆，这儿还有，这是妆啊。没有去的，让他去一边去。被他打的吗？不是被保镖打的。哎，咱俩单唱一首歌吧，独唱一首吧。大家都在这么远。哎呀，当演员那在哪儿不是那整吗？来吧，上吧。试试。深情一首吧，好不好？大家这是双效妆啊。来一首啥？大家已经上火了。你是不是詹美妍？唱啥唱啥？可以就是背出台词的那种的。啊？对不起，我爱你。广岛之恋，广岛之恋唱完都分手了。有经验。唱对不起我爱你咋唱呀？那熟悉的天气留在深处的记忆，似乎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那曾经的旋律还不能几次想起，似乎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而距离我们在不同轨迹，再多的努力也是背弃，在心底千万次的练习，千万次不停的温习，只怕已来不及。啊，有人点烤鸭吗？没有。你就放这儿吧。你打电话。放这儿吧，谢谢。不知道谁的。啊，你就你打电话呀。你打电话吧。不知道。我到底是挂个电话不接。那就放着。哦，那就放这儿吧。谢谢。他静音可静音了可。Victor。只是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爱你。没有你，我无法呼吸。试一下。嗯，咋了？没事。啊？没事。你唱啊！你不行，不舒服。又装胃疼。我不知道为啥，我一演这种情绪激动的戏就不舒服了。哎。这就是爱，你唱一个这就是爱吧，这就是爱挺好听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是吧？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我的神了呀，真的吗？算了算了。好了，走呗，走戏呗。我本剧最后一句死了，我走个屁戏。那我走了。你当我不记得。你快背词儿吧，背词儿吧，不播了，不播了啊！看够了啊，差不多播了半天了啊，也逗大家开心了半天啊。不下，什么拜拜？不下。
让你们开心开心得了，好吧？没看够。吃好多、啊。必须播到明天。啊？他要播到明天。我下就下了。给你们，你们科科，你们科科，他和哪儿哪儿吧。鞋底好脏，脏脏鞋。都是一脉相承。我没看见、啊，我没看见。行。林岩，上。啊不不不。不好意思，官方大人，不好意思。头不长了，到深圳得剪头。谢谢 Alice， 谢谢谢谢。我和杨洋很像，不像不像。就像我们之间永远也再无干系。都说我不正经了，对对对。东北人啊，谅解一下，东北人呢就想让，毕竟这么多人来看，然后想让你们开心一下啊。平时很正经的、啊、放心，不是那种不着调的人，放心啊。我手机你跟我说你还没来啊，我吃雪糕吃饱了，我吃饱了，我没吃饭。人在哪儿？要不要走？谢谢爱丽丝。我问你了，东北人啊，东北人好帅啊，对对对，非常帅，对对对，我知道、啊、不用夸我。林思源啊，鼻子好，鼻子好高，对对对，鼻子是很高，对对对啊，嘴唇好性感，好好，谢谢谢谢你，谢谢。在这儿吃螺蛳粉啊，眉眼好清秀哦，是是是啊，没办法，天生的，不好意思啊。眉毛好有个性，野生眉，对对对，嗯，非常好，嗯，是的是的，嗯，对对对，皮肤好好，对对，我是天生的，但我身上那个皮肤不好，但是就是脸好，没办法，就长到脸上了，嗯，嗯，啊，头发好多，对对对，我肾好，嗯，是的是，耳朵很啊，耳朵好好看，啊，有福气，是是是，对对对，哎，谢谢谢谢。好高啊啊、哎、我还行吧，你看还可以啊、哎、吃完了你扔吧，一看就很健壮，对对对，我身体还行，身体还可以的，嗯，是的是的，嗯，哈哈，谢谢夸奖。林梦梦还有照应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感谢感谢文宇啊，咱们呢嗯就不要刷礼物了好吗，嗯，不要刷礼物、嗯、怕你们破费，就咱们不要刷礼物了，不要刷了好吧，我不是给你公司，啊，谢谢，对对对，啊，你们陪伴陪伴，啊、上灯牌就可以了，不要刷礼物了。嗯
德国人都是男孩子同志啊。啊，最近减肥成啊，最近有少吃东西。但这两天去完国外之后呢，去了趟欧洲嘛，然后分别去了法国呀，西班牙呀，还有布达佩斯这几个城市呢，感受了一下各地的美食。这些美食呢，让我吃得很开心，然后还有那些白葡萄酒、白葡萄啊。还有说那个火腿啊，牛排啊，还有当地的他那些美食啊，我吃的非常非常开心，所以说胖了一点，也晒黑了。回国之后呢，我就所以说最近在减肥。说实话，其实国外真的没有国内好。还是在我们家的地方是最开心的。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了，谢谢佳佳，谢谢草莓，谢谢朵拉，谢谢天天啊，不用说话了，好吗？啊，不用送礼物了，不好意思啊，不用送礼物。因为在国内呢，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啊，然后，在国外，最主要的是，我是无脑出国的嘛，我出国就是一个哑，就是一个哑巴，你在中国就可以啊，比较好啊，你想吃什么都吃习惯了。就偷走家，你说等家，你问我，你心情你也偷走家。男二在那边，他们走戏呢。不要送礼物好吗？再说一遍好吗？不要送礼物好吗？来，这里有个可以观赏礼物打赏，把送礼物的踢出去啊！可以关闭礼物打赏。不要再送了，再送我真的生气了，不要送了。真的要送的话，那就送一点小心心就可以了，真的不要送很大的礼物，我受不起。来走戏了，来吧，你玩了，谢谢，来吧，来吧，早干早收来，快点，谢谢星星。真的，这说实话，真的不要了，真的。摇摆干嘛呀？关不关闭是我的自由。你多说了。你多说了。关不关闭是我的自由。我也没有非我从来都没有强制要过礼物的。真的，也同时感谢各位送给我的礼物。如果有一天我能回报，我就回报了。谢谢你。
肉肠是肉肠不了的，这位是刘志，不好意思，我叫刘晴。不要拉黑人啊，管理，我接受所有人的评价，你千万不要拉黑。我接受所有人的评价，也谢谢你们，对我的评价，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会证明我自己的，谢谢你们，谢谢。谁在叫我？加油！你都被小李拉黑了，你是不是发了这么一长条私信？你们干啥嘞？你们干啥嘞？干啥嘞？赶紧拍啊！怎么停止了呢？啊，哥，哥，干啥嘞？人家都对上了。啊？人家都对上了。妈妈拿这个 DNA 报告单，一定是假的，一定是他还想冒充我谋夺林家家产。妈妈，你千万不能被他骗了呀！啊！闭嘴！你不是快死了吗？啊、怎么还活蹦乱跳在这兴风作浪？我看看你身子。骗我一次又一次的人，我骗我一次又一次的人，究竟是谁？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要过来打我？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别打我妹妹！别打我！别打我！你死不来我，你好像要杀我。我先掐你脖子。我不要。你好，就是这样稍微捂一点。你松开我。别打我妹妹。你松开我。你别胡闹，是私仇。小李，动我干什么呀？你不动我，你在我这儿。不是你太用力了。我是个假的，我没搂你劲儿。你妹妹会出错，你一定是我的妹妹，绝对不可能是那个贱人。你是那你就算贱人，是我的。这样子，这样子没法整。人家都说了，再调度，再调度，再调度来。不是再调度吗？是一把拽的，接着坐下，就是再拽两根，再拽几根，你就是一把。我把这边弄完，还会给。再让他笑点是什么？从头来，躺好。你们先在外面。没法演。来，那个医生在这儿，医生在这儿。在啥玩意儿？直接充电宝啊！一会儿收走啊，这是充电宝。我来。小李，好，来你在这儿，在这儿。要继续啊！是，在这儿。好，来，开始。腰，我们这个腰，我们拿到腰上。这个衣服能开吗？这衣服咋开啊？再做一次。我先说啊。服装。对，应该换手术服。他那个本上写的是他那个手术刀要拿，就是他皮肤的时候，你这个能腰是能打开的吗？打不开是吧？你给什么办？给我得换病号。对啊，其实
实应该换这种绿色的这种手术服，是那种无菌的。我可以换这儿，你看这个口不开了，不开了。不要，你就拿着刀在比划，然后一会儿住手。解了衣服的时候，然后那边进来就是了，行吗？让那不让那个给衣服，不露肉了。住手！来，阿爸，爸爸，女人怎么进来了？我有钱，那我怎么打的？怎么这样的？打了，你从头开始。安静，从头开始。好，先是先是他在这儿。你虽然我把手握完了，啊，沈志毅，我不先是，你先跟我没事，我先去办。上这个手术台，不，这事儿不要扯，不要扯，你就在就在那再说，在那再说。上这个手术台，拿着刀，沈志毅，完了，容不得点是吧？好，然后这个时候准备扯了衣服，王大带您弄过来的，不用啊，准备行，好，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来吧，接过来吧，行，太不近，出手，出手，出手。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刀给手里头可危险。不住手，然后你别吓唬，吓唬。刘俊演田俊，行啊，你去给我找导演，你去给我拿投资，你去给我找剧本。我说那。你在这儿，你找到了，我们档期留给你。到这儿来了，而且在这儿很好，尽量上他巴掌吧，漂亮。上一巴掌刀就要对好，漂亮。对，上到了，他结束。直接这个男主过来，男主来搞吧。就把你定了，男主要清醒，对啊，对啊，男主过来就过来了，我过来了，打一把抓他刀，打刀掉，啪一撇刀掉，然后啪一巴掌。巴掌山，敢伤害我那边好，敢伤害我林氏千金。今天我的宝贝女儿，要是有什么事儿，不要你的命。你过来在这儿，你过来在这儿。老师被我在这儿方便一点，因为我们还有跟他在一块儿的话。不然我是跟别人。那边是好人团，就是管山老师的，山老师那边是好人团。我是一定要，我后期我也要调不到他这儿去的，我跟他有戏。他过来找你不就行了吗？他过来找你是不是也可以？你先站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先看一下。那我就往这边，这边弄他。对，你在这儿没跟别人说这句话。是一，然后那个胆大包天的狗东西，竟然敢伤害我林氏千金。那个我女儿要有什么事我要你的命。担心什么？你怎么会知道？什么？你怎么会知道？两口子。知音，你快醒醒啊！这一趴，他说完。不要碰我。他说完，是胆大包天的狗东西，竟敢伤害我林氏千金！不要碰啊！今天我的宝贝女儿要是出什么事了，要紧的狗命，你俩是妈妈在这儿，把那个医生给抓了。抓医生是吗？我的宝贝。好，快睡吧。那我就抱着你就可以了。一人一个。啊！小妈，小娟，我爸，我是我妈，你死了！先不行，你们还不在，先不在。宝贝，咱们有一个保镖嘛，里面出去。你看一下呀不可能，真的，都是潘老师出去的。不可能，我找他卖去的，绝对有那么少的钱。要是他真的是我妹妹，那我这段时间如果这样做了事，这样做起来，这样做起来，可以啊，这样做可以，但是我要打算。我早上起身。你干什么？好疼！我再做一次，请你。这个。
在那亲自送去见客，一定不会出错。你要抱他吗？你不要。我前面，我就这样拦一下，想拦一下。不要，我不要。你一定是我的妹妹，不是那个谁。你还继续你啊？不要。不是啊，还有啊，不用，不是，没有，你说不是啊，你这断了是吧？已经啊，你是断了两个，不好意思，断了头发，我不要，我不要，你在害怕什么？啊？你在心虚什么？啊？告诉我，你就是我妹妹，你不是假冒的，你说呀！哎呀妈！我说不出话，转身想溜，啪一把拽住，我这，不要听着去，我妈。这个鉴定科医生为什么会来这里做手术？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毛病？说，嗯。老师，站长，等我拆你了，抬头了，我抬头，还有印象。少主，少主饶命啊！少主，说，有司老师，有司。哎，不说那个，说那个，对，我们下场。少主，少主饶命啊！少主，都是林思，都是他指使我干的。你去里面。之前还指示。坏人一堆，好人一堆，来，你往这边来，你往这边来，好，对对对，往这边来，这样好串，你好人一堆，坏人一堆来。我没有，买卖器官是犯法的，我怎么敢呢？一切都是他算计了我们，是他要沈之一的事，我也是受害者，这事跟我没关系的。呸！你根本不是什么林家大小姐。你要拽他裤脚吗？还是要？拽，别屁了。跪下，跪下，跪下。拽裤脚就是跪下。你不要信我！嘿，你根本不是什么林家大小姐，哪来的？还想把自己的全都推到我身上？做梦！把手机拿出来！这都是他指使我。小心准备，小心！哎，要不然。要不然这样，你觉得这样舒服？就是妈妈一下子就已经把我打倒了，然后我就已经是在地上了，然后对，然后可能他妈妈再打我的时候，然后你过来。可以，对，那其实，在地下会更显得，那我演风皮更舒服，对，显得你会更舒服，你再上一，对对，直接他就把我打倒就好了。前面那就是，对，我先生在地上。现在多少了？到48了，到48。来，正好你把他一扔，就正好扔。别全说完，把48对完，48，48，三级，48对完，48啊，48。那我该抢手机了，手机举起来，最明啥？看手机。不要相信。所以你很早就知道她才是我妹妹，一直以来你都是故意的。你下过手机之后，我递给妈妈了，妈妈还看了。递给妈妈了，是证明递给妈妈了。OK。所以你很早就知道。其实你可以过来抓着我。我到时候是抓你领子，这样。对，给我，然后再打我。哪人懂？要不然我会跑。救命！小王拉虎，你欺骗我的妹妹啊！之一，你现在相信了吧？你就是我的宝贝，林家的小姐。老师，我们就到48，就先到这。OK， 好吧。来吧，看完，来。来。可以的话，来，我们先把这两件给掉。啊，算了，我们先看吧，你全都搞了。哎呦！你两句。就这站位，来，就这站位，来。来，拿个假手机。假手机，你要用吗？好的。我要睡。来个假手机。这个行吗？是我的哎呦，真的，或者说刀，啊，对，啊，我就觉得你的手放一掉，或者说一扔，然后你就倒了。好。还有手机，老师，那个到时候我踹你那个，你做一下反应。没事，你可以。啊？不是，不用就在那里。不是，我是说你需要做一下反应，就我踹完之后，你现在痒一下，然后凉快点。啊，对，因为我那下是非常愤怒的一脚。好，对，动作大一点。对，是没办法。嗯。来，最后整理妆，我们拍了。来，仰卧。不可能，这个鉴定的医生为什么会来做？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妹妹。少龙，你都是林思源花钱买通我，给他做事。放心，以前是帮他骗接线人的肾拿出去卖，这次是要拿沈小姐的肾。哎，
你根本不是什么林家大小姐，他们把罪名全都推到我头上，你做梦！南门器官是要坐牢的，我怎么敢？都是他，都是他设计他想要沈志怡的事，这件事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不知道。哥，你要信妹妹的呀！你们看，这些年他欺瞒买卖的交易记录，还要让我造假亲子鉴定呢。哦，彭版本，所以你很早就知道了，放吧，所以你很早就知道，他就是我妹。给我116，一直以来都是你故意陷害他，让我伤害我的宝贝妹妹，是不是？行了。116，这边幺幺有，你认一下。我让你打手。病从那个啥什么微做起来的那个啊叫。那叫垂死病中惊醒。啊，对。少主们，我说，都是你是马上不买，因为我给他。哎，你有文化。以前是老六骗真性的是拿钱卖，这次他想要沈小姐的事。啊。这次是要拿沈小姐的事。好，所有都是在哈，演员 OK 是吧？好，来吧，给我们。来了，不可能，这个臭卖鱼的绝对不可能是我妹。你乐呵啥？你搁这？杀青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最后一多少了？我们再做一次亲子，我们再做一次亲子，知道吗？这是最简单的规矩词。